我们准备说早安咯。三二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我们要去上学咯。我们去一个贴纸吧，贴纸。我们在树上这个贴纸，而且还知道他是星期几去的。星期三是昨天呢。哦，风冷冷的。你长大想做什么工作是不是？等一下走这边，我们再换边，因为等一下老师你要走里面。你长大想做什么？之前不是说你要开火箭？对啊，开火箭当然会赚钱啊，有薪水啊，太空总署会发薪水给你啊。然后你还说过什么？当消防员？还有什么？我只记得这两个，前阵子说想要当警察抓坏人，是不是？你有说想要做游戏吗？现在几分了，彤彤？32，还蛮早的，32分而已。才刚开两分钟，我们算今天算蛮早的。36秒，还有36秒。我们往前面靠一点哈，靠前面那边好。快了，时间快到了。啊，我忘记拿你的口罩了。你包包还有备用口罩吗？有。好，那你引进教室再拿你的备用口罩。哦，我出门的时候忘记拿了。哎，好吧。
要开心学习，要加油哦。嗯，拜拜。彤彤，拜拜。我忘记戴口罩了，今天出门都忘记戴口罩了。好，就拍到这边了，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大家拜拜。